从事软件开发工作性价比最高，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？字不如表，表不如图，图不如视频。从今往后，我就是你身边的 IT 讲师。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儿。我的目标是够全、够新、够精。听高老师细说 PHP。大家好，我是苏联的讲师高洛峰。大家好，我是妹子。啊，妹子，上节课呢，咱们学完了匹配和查找的正则表达式函数，对吧？对。这节课呢，咱们看一下分割，因为分割也是字符串操作重要的一个过程，对吧？那咱们还是对比的来介绍，看一下，这是匹配查找的，咱们来看一下分割的，分割操作。那如果是分割的字符串操作怎么办呢？使用哪个呢？使用 EXPROTE， 这个可以将字符串进行分割的，处理字符串，对，分割的。然后呢，分割完组合呢，可以用这个，它也有个别名叫做专连接，清楚吧？有个别名。然后呢，咱们正则也有分割的，比如说使用 PREG 下划线 SPLITE， 看到了不对吗 ？SPLI 没有 E， 对吧？写错了，我们这块 SPLIT 这个是什么？正则去处理分割的。那咱对比一下，比如说字符串分割的函数，这个对不对？假如说我这块写一个字符串 str 等于，这是一个测试，对吧？中间是不是有空格啊？那我按空格去分割，能分割成几部分呢？是分割成四部分。那我们这块可以用数组打印一下，因为分割完四部分肯定得用数组来存，对不对？直接用 EXPROTE 分割$，按什么分割呢？按空格分割，分割谁呢？分割这个字符串。那我们看一下打印出来的是不是四部分，是不是分割成四部分，对不对？这样是按空格分割，但是它能做到想按什么分割就按什么分割吗？对啊，比如说这里边Hello World， 对吧？然后呢这块有个句号，这块有个逗号，看到了吗？然后你好，这块再有个句号，看到了吗？如果按空格分割的话，你看是不是 test 点儿这块是不是都是按空格分割的？我现在不光是按空格分割，我想按所有的标点符号分割，对吧？那咱们谁做得不了啊？字符串处理函数处理不了，因为字符串处理函数只能按固定的字符或者字符串进行分割。那如果我把它换掉，换成什么呢？看一下，换成正则表达式的分割，我就可以想按什么分割，就可以写出一个分割的模式，就可以分割了。来，咱们把这个放在这块，比如说，返回来的也是一个数组，用谁呢 ？PREG 下划线 SPLIT， 用这个分割字符串，按什么分割，就看你这块你要写什么模式了，对吧？比如说我这块。既然标点符号分割，那我们就可以按标点符号有句号、有逗号、有叹号、有问号，是不是？那还可以有空格，对吧？那我按这些分割，你看一下，现在分割出来的，是不是所有的都分出来了？对吧？看到了吗？这就是正则表达式分割比字符串分割强大的地方。对，还是字符串分割只能按固定的字符和字符串分割，而正则的分割可以按什么？可以按任意你写的模式去分割，对吧？那再有这几个函数呢，当然功能都不仅限于如此啊。比如说这个 EXPROTE
定义。来，咱们看一下这函数，除了有前两个参数之外，还有第三个参数。嗯，看到了吧？第三个参数是限制分割的个数的。比如说，我在这块打开，我把这个去掉。这块如果我这块写上三，那么我们看一下分割出来的会是几？对，三个，零、一、二，最后一个是放所有的，就是这个道理啊。所以呢，咱们分割的时候都可以指定分割的次数，对吧？还有这里边要注意一些细节，我就为大家做实验了，大家可以做一下实验啊。你看，如果这个分割符是一个空字符串，那么它会返回家，也就是不能按空字符串去分割，明白这意思吗？那如果它所包含的值在字符串中找不到，那它将怎么的？不分割，返回完整字符串。我可以给你试一下，比如说按空字符串分割，你看一下，有答案吗？对，是不是就出错了？对不对？那如果找一个字符串，找什么？找 M N， 这个里边有 M N 吗？没有 M N， 对不对？那找不到会给我们返回什么呢？是不是返回一个所有的？对吧？这就是分割这个字符串函数的一个细节，好吧？那么这个正则的分割就没有一些细节吗 ？PR EG 下划线什么 SPR IT， 看一下，它的参数也不止两个，它有这个 limit， 它也可以限制分割的什么分割的个数，比如说把这个去掉，看一下正则表达是这个分割的个数啊。第三个参数，如果我指定四个，那它只能分出四个来。零、一、二、三，最后一个是不是全部的？对吧？那如果看后边有没有其他的参数，是不是还有一个其他的参数啊？第四个参数。那假如我想指定第四个参数，不限制个数该怎么办呢？不限制个数。对啊。那你要想使用第四个参数，是不是第三个参数得给出啊？对不对？那有办法，什么呢？你只要第三个参数给负一，就是不限制个数，然后你就可以再写第四个参数了，明白这意思吗？所以你看，我们负一就是不限制个数，那有几个就分几个，然后我们是不是有了第三个参数才能写第四个参数？对吧？那看来第四个参数是干嘛的？就是这个参数可以用下边这几个常量来任意的组合，也就使用一个使用两个都可以，可以用位运算符或者是或运算符组合去用，就是这些符号可以用一个到两个，干嘛的呢？如果使用这个，那如果设定了本标记，则它只返回非空的部分。那我们来试一下，第四个参数，我如果放上这个，现在是不是可以写第四个参数了？对。放到这儿来，看一下，前面咱返回的是八，这时候是空的，对不对？我们来试一下，这块保存一下，这里边好像没有空的，八的是多分出来一个，对不对？那再看下一个，如果设定了这个标记，定件符中括号表达式也会被捕获或者返回，对吧？这个标记添加的版本是在 4.65 PHP 版本之后的这个，对不对？也就是有了这个标记，定件符中的括号表达式也会被捕获并且返回，对吧？那如果设定这个标记呢，对每个出现的匹配结果也同时返回其附属的字符串的偏移量，这什么意思？你看啊，返回这个数组里边会多了一些东西，这可以重组合吗？可以组合使用，看一下。什么叫偏移量？看一下，第一个数组 this 它是不是从零开始？第二 is 是不是从五个字符开始偏移量？对，然后呢，这个 a 字符是从第八开始的 ，test 是从十开始的。对吧 ？Hello， 那是从15个字母开始的，是不是反而偏移量了？那这几个参数都是不常用的，稍稍了解一下就可以啊。最重要的就是前三个参数要掌握一下。
听着吗？那下边也给举例了，将字符分割成字符串，你看可以直接写空正则，这个就支持这个，能分成字符，看到吗？你可以稍稍做一下实验，比如说刚才咱们指定空这个，把这给你保存一下。啊，如果我不写这个参数，我正好分割 LMP 对吧，然后这块这样去写，看一下我们会把这个 lamp 四个字符分成什么样的，因为用字符串分割那个是不是会出错呀？对，对吧，返回假不是出错啊，你看这块 LAMP 对不对，分割成那几部分，但是两边是不是有空的，对吧，所以呢如果我们加上这个，LAMP 对吧，然后这块还是按空的去问，对不对，然后我们看一下是不是加上第四个参数，对，是不是就是 LMP 了，对不对，非空的部分就去掉了，这就是我们分割字符串的作用。当然不管你用哪个分割的，分割完之后是不是都是数组啊，那数组里的数据我们是不是就需要连接啊，对吧，连接你可以怎么的，自己用点去一个一个连接，比如说它分割完的返回来的是一个数组，到时候 AR 对不对，看一下，不管是字符串分割完的还是用正则分割完的，分割完之后都是一个数组，那数组我们就可以连接，你可以自己一个一个去连接，比如说0对吧，连接一个减号，再连接 AR1，再连接一个减号，再连接 AR1 2对吧，再连接个减号，再连接 AR3 对吧，你看一下我们这样的话就把数组里边用点完成了连接 RMP 中间加钢线，对不对，对，但是是不是比较麻烦呢，所以呢咱平时怎么做呢，不这么做，直接用 IMPROTE，只要是数组中间用什么符号连接，我们就可以在这写。第二个参数就是那要连接的数组，第一个参数就是用什么符号连接，对吧？如果我写个空格的话，就用空格连接。那我们看一下是不是结果是什么 ？RMP 空格，对不对？如果我用加号，四个加号连接，是不是就中间每个都有四个加号啊？对不对？连接。另外分割完之后咱们可以直接用什么去接收啊，直接用这个 list 去接收，对不对，比如说有一个用 esplod， 用它按下划线分割谁呢，分割比如说妹子，分割完之后这里边是不是两个变量 ABA 保存什么 MEIB 保存 ZI， 对不对，这样是可以的，输出 A， 输出 B， 正则分割完之后也可以用这个接收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这节课咱们教的重点就是什么？字符串的分割，对吧？简单的按固定字符分割的，请用字符串处理函数，就是哪两函数呢？这个函数，对不对，如果是按照一个一定的模式去分割，比如说所有标点符号去分割，对不对，这样的话不是单个的某个字符或某个字符串，字符串还是处理不了，就得用正则去分割，对吧，当然分割还有一些细节，这就是咱们处理字符串的分割。那到这儿呢，匹配查找完了，分割完了，对不对，那下一课咱们重点讲分割匹配查找替换，替换函数是咱们要学习的一个重点，因为写程序呢大部分都涉及到程序的替换的部分，好吧，好，这节课咱们就教到这里，下节课咱们开始介绍如何用处理字符串中的文本替换，好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语言时，总结能力非常差，胡乱学习，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，对行业的发展毫无了解，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。
为此，峰哥推出每天60秒语音，为你答疑解惑。加入峰哥微信公众账号，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。用微信扫描二维码，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连，出来一个高大威武、有内涵的帅哥，就是我了。点击关注，我就会天天骚扰你。